送来了吗？送什么药啊？陆总，你忙，合同对完了没有？赶紧发给我。嗯，好。生病了？没有没有没事，我睡一觉就好了。有病就上医院，别扛着啊！要真病倒了，耽误工作进度啊！ 哎呀，我真没事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给你拖后腿的啊，马上就给你发。柠檬，你这个合同不对呀，你重新发我一份。 服务员，帮我开下门。不行，我不能随便开门啊！万一你是坏人呢？我看着像坏人吗？我是他老板。嘿嘿，老板呢？半夜三更叫人家起来加班啊？哎，我跟你说不明白，你拿手机查一查 Lu Ji Ming， 你看是不是我？你还挺有名啊？你都演过什么？啊？ 这网怎么连上啊？哎，柠檬，哎，柠檬，柠檬，哎，陆总，几点了？该上班了吗？怎么傻乎乎的？这么烫，去医院吧。 把衣服别上，来。哎呦，查清楚了，老板。哎，我家还有个养鸡场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投资一下子啊？我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我这忙着呢啊。哎呦，我的乖乖。
咋逼那么重啊？你等会儿我给你叫车啊。这会儿你知道疼了，那你逞什么能？坚持啊！胳膊快脱臼了。哎呀，上来吧。我不去了。那，哎呀，没有那么可惜，还好我有你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沉呢？是你小的你。哎，少说话了你啊！那边有枪，走。小周。陆总。要先挂号，再填病历，再取号什么的。你就别操心了，因为你教我啊，你就老实等着。你好，挂号。这边取药，旁边挂号。哎，护士你好，你这儿都是人工窗口，没有自助服务吗？哎，你们血常规单子呢？你那个电脑上查不到吗？二楼化验室门口取。哎，医生，我问一下，取药是在这儿吗？啊，是的，在这儿排着吧。那个，我来排吧。变好了？不是，我觉得我有点难受。你又哪儿不舒服了？你刚才怎么不跟大夫说？不是，我是看见你在这儿，我难受。啊？啊，不是。不是这意思，能不能别对我咳嗽啊？传染我。去等啊，坐着等。去啊。还有两袋，别忘了啊。哦。哎，那这个。口服药什么时候吃？现在就可以吃一片啊。这都凌晨三点了，那算不算空腹吃药啊？护士，拔下针。哎呀，那上面都写着呢，就不要麻烦人家了。关心你嘛，有这么个男朋友，好福气哦。什么男朋友？我是他老板。前老板。哦，那就更有福气啦。要不我现在把药吃了。好。哎，你干嘛？倒水啊。你都这样了，逞能给谁看呢？老实坐着吧。护士，哎，问您一下，热水在哪儿接啊？外面左转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你没兑凉水啊？我，你等我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。你不用麻烦了。好了。厉害啊。
睡着了，想跑是吗？我上个洗手间。去吧。三楼给我开间房。好，有的。你要住这儿啊？有什么问题吗？宋宇航今天也不在这儿，我一个人无聊。这可是快捷酒店呢。我知道啊，不然我给他身份证干嘛呢？上网吧。你住得惯吗？不怕虫子了？你能住，我就能住。我还就搬这儿呢，你服不服？我真的服，感情您搬过来就是为了听我说声服啊。玉芒，你说你这一病是不是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啊？嗯，那接下来咱俩是不是应该每天都加班加点啊？啊，你让我每天从酒店到工厂园区，不耽误时间吗？我有这么多时间让你浪费吗？哎呦呦呦，哎呦，有点头晕，怎么有点耳鸣？我少跟我装。谁刚才说满血复活了？明白了，病在我身上，苦在您心里。知道就好。谢谢。忘带耳塞了吧？什么牌子啊？就跟你以前出差用的一样。你这个好习惯，还是我帮你养成的，继续保持啊。哟，练功呢？懂什么呀？你的拖鞋哪儿来的？我自己带来的。不是，